什么样的发型啊？我就觉得就是那你现在有点秃，专业剪刀的手指都这样，都这样，看没有？看没有？神经瞎？你梳的真不难呀！我们都这么剪啊，我哪梳的呀？你拿梳子吗？我当然拿。哦，来，你们拿梳子是吧？对，先这样。哎，这有的特笨，这你不是一条一条吗？这样呀，从根儿梳。啊，懂了。从歌上梳，我们专业剪头发，你看。哎，别着急啊。不好弄啊。这头发太多了。哎，这个它怎么不好梳啊？是用自己右手梳。用这个梳吧。我懂了。对，先这么一梳一下，你抓起来分一下，再这么一梳，刘老板你修齐一点。哎。还是有点儿。哎呀呀！还会滑剪呢，人捞，你可以再捞上一块。再拿夹子夹一下，拿一下。可以，挺有意思啊。对，商量。都会呀、啊，可以，挺棒的，兄弟，这方法真的可以，那挺好的呀，现在看，可以，很直，可以。缺肉了，到青苹了是吧？我还真瞅不清。你是个手抖。挺好的。应该好姐姐，让那边稍微送。我起来先去下。能盖住。不是，其实还好，其实露一点点，你把这边稍微多露一点点皮，可以，皮就好一点，没事儿。因为本来就是短头发，旁边可以露一点。晚上讲。